各位教友，大家早。今天是耶稣升天节。在弥撒开始之前，请各位先将手机转为震动或静音，以利礼仪的进行。谢谢。请起立。敬堂曲《耶稣升天歌》。以子及圣神之名，愿天上有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各位弟兄，我向全能的天主，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真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们。天主在天守光荣，不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天主在天守光荣，万人在心向你
请大家祈祷。仁慈的天主，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我们深信人类的救主愿以荣升天国和你一同为王，求你赏赐我们能真切地体会到他现在仍然住在我们中间，直到末日，一如他从前所预许的。他是天主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我们请坐，请看读经一。攻读《宗徒大事录》。亲爱的德奥斐罗，我在第一部书中叙述耶稣所行所教的一切，从开始直到他借圣神嘱咐所选的宗徒之后被接上身的那一天为止。他受难以后，用许多凭据向他们显示自己还活着，40天之久显现给他们，并且对他们讲论天主国的事。耶稣和宗徒一同吃饭时，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而要等候父的恩许。他说：那就是以前你们听我所说过的，若翰是用水施行洗礼，但是几天以后你们要在圣神内受洗。聚集在那里的人问耶稣说：主啊，你要在这时复兴以色列国吗？他回答说：父凭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间和日期你们不必知道，但是当圣神降临在你们身上时，你们要充满圣神的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和撒玛利亚全境，到天涯海角为我做见证。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在他们注视中被接上身，有一朵云彩遮住了他，他们就看不见他了。他们向天注视着他上身的时候，忽然有两位穿白衣的人站在他们面前，对他们说：加利勒亚人呐，你们为什么站在这里望着天空呢？这位离开你们被接到天上去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上了天，也要怎样从天降来。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答唱咏，请大家一起对答。声中，天主上身，在号角声中，上主腾空，在欢呼声中，天主上身，在号角声中，上主腾空。君王，在高山中，一路上升，在高山。
我们的君王。神圣宝座，天主为我统治万邦。神圣天主上升，在宝座神中，上主人王，在万物神中。请继续聆听读经二。恭读圣保禄宗徒至厄弗所人书。弟兄们，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就是那光荣的父，把智慧和启示的神恩赐予你们，使你们认识他，并求他光照你们的心，使你们认清他的宠召有什么希望，他是给圣徒的事业又怎样充满的光荣，他为我们虔信的人所施展的能力是多么无限的伟大，他曾将这非常的能力施展在基督身上，使他从死人中复活，使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远超越一切的执政的、掌权的、异能的、统治的，以及现世和来世可能称呼的名衔之上。他又将万有归服在基督的脚下，使基督在教会内做至高的元首。这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是那位在一切内充满一切的圆满。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请起立。主你们同在，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马窦福音的结束词，主愿光荣归你。
那时候，十一位门徒往加利勒亚去，到了耶稣给他们所指定的山上，他们看见耶稣，就朝拜了他。但是仍有些人心中怀疑，耶稣便上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我要天天跟你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上主的圣言，基督，我们赞美你。我们主爱的神父、兄弟、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我们感谢天主啊！我们今天一起来庆祝耶稣升天的大瞻礼哈。那耶稣复活之后啊，不断的显现给宗徒们啊，40天之久啊，把天主的奥秘啊，天主对他们的爱，天主对他们的宽恕啊，天主给他们的讯息啊，就是天主永远爱他们，天主永远啊，借由耶稣基督来认识天主圣父的爱啊。那耶稣又以他的为我们牺牲被钉死的大爱啊，来验证了啊，来完成了天父的使命啊。那我们今天庆祝耶稣完成了这个使命，回到天父的身边哈。那我们用耶稣升天节宗徒大事录的记载哈，还有马窦福音的记载，来呈现这个历史的事实啊。最重要的就是耶稣从天父而来。耶稣成行天父的旨意，耶稣完成了爱人、救人、爱人，天父的旨意啊，回到天主身边的这样的一个奥迹哈。所以，我们今天如同复活节一样哈，天主的复活的生命不断的更新我们啊。那我们也借由我们新恩神父的祝圣啊，我们今天的弥撒曲啊，我们也唱了这个。光荣弥撒曲哈，可能一开始最起码我有点不太习惯哈，还好我们护主教在旁边提醒啊，那再来这个经文哈，我会跑得比较快哈。那我们的祈祷经啊，我们再重复一下哈。我们喜乐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今天复活耶稣，庆祝耶稣升天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复活，耶稣复活以及耶稣升天的喜悦哈？所以我们的祈祷经今天耶稣升天的祈祷经是这样子哈。我们再帮忙大家也再默想一下哈。有时候我们常常只是听了一下哈。今天的祈祷经告诉我们耶稣升天的祈祷经啊，全能的天主，求你使我们满怀感激之情，陶醉在你神圣的欢乐中。因为你圣子基督的升天，是为我们将来升天的先生，我们既与他同属一个奥体，首领怎样光荣升天，同样也要唤起我们肢体怎样升天的希望。所以这个祈祷经，我不晓得我们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感受到这样的欢乐之情。因为他说我们陶醉在你神圣的欢乐当中，那我们反省一下，我们有没有因着耶稣升天我们满怀这个欢乐之情啊？那我们有没有满怀感激之情为耶稣升天？当然，耶稣升天是我们所说的一般人所说的功德圆满哈。耶稣从天父而来，那耶稣为成行天父救世世人的使命他从天降下哈，那受苦死亡升天他回到天父的身边。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奥迹，我们有没有满怀感激之情那再来我们就反省耶稣既然是教会的头我们教会是一个耶稣的身体那既然耶稣升天了，那我们也唤醒我们
肢体怎样升天的希望哈、那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渴望啊？那这样的渴望，耶稣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那当然，除了今天读经一啊，告诉我们啊，耶稣啊40天啊升天之后啊，在派遣门徒们啊，他升天的这个事迹之外，那我们看到读经二，保禄中途给我们告诉我们这个希望是什么？哦、啊，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啊，耶稣把天主的智慧启示啊给了我们哈、使我们认识他。那这个认识他带给我们什么呢？啊，光照我们的心啊，使我们认清他的宠召有什么希望。我们的宠召，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有什么希望呢？他赐给圣徒的事业是怎么样的充满了光荣哈、所以我们的信仰就告诉我们啊，因着我们接受耶稣的讯息，耶稣的福音，接受耶稣启示的爱啊，接受耶稣是我们的道路、真理及生命啊，那我们也分享了耶稣的生命啊，那这个生命不只是现世的一个生命啊，得救的一个生命啊，不只是一个圣化的生命哈、那我们将来要分享耶稣的事业哈、就是耶稣的光荣哈、我们会成为天主的义子义女哈、那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哈、也是耶稣整个救恩带给我们的希望哈、所以啊，我们今天这个耶稣升天节就是提醒我们哈、我们将来也要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也一样哈、我们要回到天父的身边哈、回到耶稣启示给我们的那位爱我们、爱我们到底、也召唤我们、去活出天主指引的生命的天主的身边、这就是我们要分享、永生的生命、天主光荣的生命，这是耶稣天主所愿意给我们的、所以、保禄中途告诉我们、我们在耶稣基督内，我们要充满一切者的圆满哈，就是我们要分享天国永恒的生命哈，就是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哈。但是为我们今天来讲庆祝耶稣复活节，我们不只是啊，如同这个福音所记载的哈，当然不同的福音有记载哈。那当然，耶稣升天之后，我们好啊，路加福音哈也记载说，你们不要只是在看哈，有天使说你们要。不只是往天看哈，你们要照耶稣所说的话哈，那去准备啊圣神的降临，领受这个使命啊，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的使命啊。所以我们不只是仰望未来的天堂的生活、永恒的生命啊，那我们也照耶稣今天所说的，派遣门徒往普天下去宣传福音哈、教训他们我所吩咐的你们的一切啊。那耶稣说他要天天跟我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哈，换句话说，在我们分享这个天国的永恒的生命之外啊，永恒的生命之外哈，我们还有一个使命啊，就是要把这个福音传给别人哈。那我们要怎么样传给别人呢？我想整个耶稣的生命给我们三个重点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信赖天主，我们要相信天主哈。耶稣整个生命就是反映这样的一个事实哈。那当然，特别是在他这个受苦的时刻啊，他也经验到被人被朋友哈、被宗徒被世人背弃唾弃啊，那责骂哈、好像侮辱哈、那耶稣依然来相信天主的爱哈、依然来依靠天主。那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相信天主的计划，相信天主爱的计划哈、相信天主对人类的一个。拯救之爱哈，除了创造之爱，耶稣的拯救之外，他也是不断的透过他的恩宠继续帮忙我们哈如同保禄中途所说的，天主使一切协助那些爱他的人获得益处哈。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德哈，我们知道天主为我们，我们要相信天主知道什么为我们最好哈。天主是全能的天主，那我们怀着这样的心来信赖天主的照顾哈，那我们将来在永生的生命才会知道。到底我们生命为什么会这样子哈？所以有人常常说，好像一幅这个地毯的画哈。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只看到背面哈，很多的这个线条哈，好像交错重叠哈。那我们不晓得那个图案是什么啊？那等到我们回到天主身边，我们回环过把这个壁这个壁毯哈
的画，我们反过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原来啊是那么一幅美丽的图画哈、啊。所以耶稣邀请我们也是一样，相信天主啊，相信天主的计划啊，纵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啊，有时候啊，我们有苦难的时刻啊，我们看不到那样的一个希望哈、啊，但是我们依然要相信天主啊。那再来啊，第二个重点就是邀请我们。彼此相爱哈、啊，我们在最近的福音啊，这几个礼拜的福音，耶稣都邀请我们哈、啊，也求天主圣父让我们知道，让我们体验到所有的门徒，所有相信他的人，体验到天主对他的爱啊，如同天父爱了他一样哈、啊。那耶稣要带领我们的，就是进入这个爱哈。啊啊，这个生命啊，但是这个生命也邀请我们啊，彼此相爱哈、啊，这是耶稣所邀请我们的啊，过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生活哈、啊，那过一个爱天主爱人的生活啊，生活在天主的爱中，那我们的生命也反映出这一份爱哈、啊。那当然，我们说这个爱的泉源就是天主哈、啊，所以我们必须要相信天主，信赖天主啊，那我们也活出这个爱天主爱人的生命啊。那第三个。我们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的信仰的重点就是，也是我们一般人最难的哈，爱的一个具体行动啊，就是宽恕啊，我想这是最难的哈。我们生命里面啊，我们可能被很多人伤害哈、啊，我们也可能也伤害很多人哈、啊，我们也啊伤害天主哈、啊，我们也没有好好善用天主的爱的恩宠哈、啊。但是啊，在我们信赖天主的爱中，天主的恩宠当中，我们永远。有一个复活新生的一个恩宠的生命啊，耶稣一直跟我们在一起陪伴我们啊，天主的爱啊，只要我们来投靠他啊，他的恩宠会陪伴着我们哈、啊。那我们就怀着这样的一个相信天主的心啊，依靠天主的恩宠的心啊，那我们来活出啊天主的一个最大的诫命啊，就是爱天主爱人彼此相爱的生命啊。那再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去宽恕哈。啊啊，如同天主宽恕了我们一样啊，我们也才能够去宽恕别人哈、啊。那从这样的一个宽恕里面啊，我们也得到一个复活更新的生命啊。那我们很多人啊，可能就是啊，在这个啊卡在这样的一个不能够原谅的生命里面哈、啊，好像啊，就是说啊，类似耶稣被啊在放在坟墓当中一样哈、啊，生命啊没办法复活哈。啊那我们借由耶稣所启示给我们的啊，我们信赖天主的爱啊，我们相信天主的恩宠，我们相信天主的照顾啊，我们活出啊天主邀请我们的爱天主爱人的生活啊，那我们也在啊这个彼此宽恕当中啊，我们来传扬天主爱的福音哈 啊这就是啊耶稣派遣门徒们啊所要他们去宣讲的一个核心的信息哈、啊，天主爱世人的信息啊然后耶稣派遣门徒们。给他们这个使命去传扬啊这样的一个福音哈、啊，那当然啊，耶稣也要他们祈祷哈、啊，回到晚餐厅领受圣神的恩宠的力量啊，那我们才能够过这样的生活，为耶稣基督来见证哈、啊。所以，我们今天啊，在庆祝耶稣升天节，我们也再次的求天主给我们这样的信德的恩宠哈、啊。我们既然信了啊，就信到底，相信到底哈、啊。那。天主给我们的预期的恩宠，就靠我们的信德啊去领受、去答复啊。那我们说，这个信德也不只是相信啊，我们在生活里面啊，我们活出啊这个以天主为我们生命中心的信仰啊。那我们活在天主的爱中，过一个爱天主爱人的生活。那最重要的，我们是具体的在生活当中啊彼此原谅、彼此宽恕哈、啊。我们过一个同道协行的恩宠的生命。来见证天主的福音、啊、那我们就怀着这样的意向、啊、来继续举行这台弥撒、啊、天主降福大家
请起立，信经。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上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世之前由圣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性同体，万物是借着他而造的。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他因圣神由童贞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他在班阙比拉多主政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被埋葬。他正如圣经所在，第三日复活了。他升了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还要光荣地降来审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国万事无加。我信圣神，他是主及赋予生命者，由圣父圣子所奉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亲传，同享光荣。他曾借先知们发言，我信唯一至圣之公，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我承认赦罪的圣洗只有一个。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阿们。信友祷词。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耶稣在天使的歌颂声中上升天庭，我们是他的肢体，我们也祈祷我们能够也分享他，也来跟随他，将来也能够上达天父台前。请为圣教会祈祷，求主恩赐他足够的圣职人员及度奉献生活的修士修女，以扩展基督的神国。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福听我们。请为网际网路传播祈祷，求主使世界在面对通讯传媒发展如排山倒海而来的挑战时，重新发现人性的真正渴望，因而能够将之善用，以促进人际的交流及人类整体的团结互助。我们同声祈祷，求主普听我们。请为遭受武装冲突地区的人民们祈祷，求主使争端不同的派系都能放下仇恨，并在主基督的光照之下，令和平的种子滋生成长，使人民安居乐业。我们同声祈祷，求主普听我们。请为本堂区的信友们祈祷，求主使我们都能注目天上，在生活的一切境遇中寻求天上的智慧，不为世俗错谬的价值观所左右。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福听我们。我们也为我们内心的意向来向天主献上我们的感恩跟代祷。为我们内心的意向，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天主，你的圣子已经坐在你的右边，求你借着你仁慈的伟大工程，向我们证实你的圣子耶稣对我们的许诺是确实无误的，他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请坐。奉献曲，荣耀神羔羊。
请起立。各位弟兄姐妹，请我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上主，我们今天为恭贺你圣子光荣的升天奉献祭礼，求你借此神圣礼品的交换，恩赐我们常举心向上，向往天上永福。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Amen。 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因为主基督光荣的君王战胜了罪恶和死亡，在天使的赞颂声中上升天庭，成为天人之间的中保，世人的审判者，万物的最高主宰。基督升天并非远离世人，而是要我们追随他的方舟，到达同一的居处。我们是原是他的肢体，他是我们的首领。因此普世万民洋溢着复活的喜乐，踊跃欢腾，同时天上的天使和所有圣人也同声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来到你台前，与普世教会共同庆祝本周的第一天，基督从死中复活的日子。你因此以普世你的圣子光荣升天的庆节，他同时也将我们软弱的人性同他那与天主性相结合的人性提升到你右边。我们靠他的名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请起立。新的第二口气，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新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你辈的仆人与所有主教全体圣职人员以及你所救赎的全体子民，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也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童贞荣福玛利亚、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尊心和荣耀，借着基督献供基督，在基督内，一念和神圣都归于你，直到永
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主的平安常常与你们同在，你的心里同在。请大家互助平安。啊，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圣的人是有福的。主，当不起你到心里来，这一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领圣体的教友，请到祭台前来。
谢主曲，主我爱你。请起立，领圣体后经。请大家祈祷。天主，我们上在人间，你已经的圣体圣事，将天上的财富分施给我们，请激发我们对天上的热切渴望，能永久与基督生活在一起。他已带着我们的人性上升到你身边，他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各位教友先请坐。本堂有几件事情报告。第一，教友王立庄弟兄圣名保禄蒙主恩召，定于5月23日星期二上午9点举行殡葬弥撒，请为亡者通工代祷。教友王方惠梅姐妹圣名玛利亚蒙主恩召，定于5月30日星期二上午9点举行殡葬弥撒，请为亡者通工代祷。第二，5月26日星期五上午7点弥撒之后全日明工圣体，请大家踊跃前来陪伴耶稣。第三，在圣神内生活研习时间从5月26号开始，每周五晚上7点半到9点，地点在本堂，目的是
认识天主圣山的爱及圣神赐人基督丰富的恩典，欢迎大家踊跃前来参加。第四，五月圣母月堂区将举办信仰与灵修的活动，主题是透过对耶稣圣体的赞颂，体验天父的慈悲与爱。时间是5月27日星期六上午9点到12点，地点在本堂，将由三团圣咏团配合演唱分享，欢迎大家踊跃前来参加。第五，第24期慕道班将于6月6日星期二晚上7点半到9点开课，欢迎教友介绍邀请尚未信主、有心寻找基督信仰的亲朋好友前来慕道，也欢迎教友前来陪伴在慕道。课程免费，有意愿参加者请至办公室报名。第六，青年会举办五峰旗圣母山庄的朝圣，定于7月8号到7月9号，费用每人2500元，有意愿者请至办公室报名。以上报告完毕，请起立。我们也以隆重的降福来降福大家。对天上的渴望以及我们每个基督徒传福音的使命。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今天全能的天主的唯一圣子上升天庭，为你们打开了天国之门，愿他降福你们。阿们。基督复活以后曾显现给门徒，愿你们在他末日来临时能永远博得他的欢心。阿们。你们既然相信耶稣升天后坐在圣父的右边，愿他也赏赐你们体验天国的福乐，并按照他的许诺与你们相携直到世界的终结。阿们。我们也请两位神父来降福大家。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弥撒礼成，你们去传播福音吧。阿肋路亚，阿肋路亚。感谢天主，阿肋路亚，阿肋路亚。礼成曲，愿主爱传遍全台湾。